耶菜 long time no see， 哈哈，今天要去野餐。他是那个 Iris 野餐，谢谢。曝光了，曝光了。现在要先去买饮料。这个对面，我们家对面的超市 ，Betty 指定要绿茶，无糖绿茶。Sorry, don't scare you. It's okay. 我很喜欢在旧金山看人家骑脚踏车，因为我觉得在旧金山骑脚踏车的人很可爱。就是这里很多爬坡啊，然后每次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种那种很像很累的样子，然后就觉得很可爱。那个空中花园是上上礼拜才开幕的，然后它二楼跟一楼是有点像台湾的金站那种转运站，然后三楼就是空中花园。然后觉得很棒点是因为它刚好在 San Francisco 的市中心，然后周围其实都是办公大楼，然后所以就是你知道有突然有一块这种绿意盎然的建筑，就会觉得很舒服。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一个。因为我们是 lift 工程，所以等一下要 pick up 什么，不知道接什么，长得还不错，长得还不错，看一下。我们到啦，现在要走进去建筑里面，目的地就是这个的上面 ，Delphos Tower。它底下是个转运站，那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。这就是那个空中花园。现在要找一块风水宝地来野餐，铺我们的野餐垫。耶，超大！好看啊！很远吗？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录什么，所以只好录大家。你吞面饼干，太亮了，我看不到哎。哦，哎，有人有发现我割双眼皮吗？获得一个生日礼物，现在来开，是 Betty 给的。哒啦！我要来介绍这棵树，这在亚洲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。可是我们刚刚坐在这里，那叫什么野餐？我们刚刚坐在这里的四个小时里面，已经很多外国人来这里摸摸看，这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要假装自己是外国人。这边在干嘛？在自拍。
它中间这边是有一些餐车什么的，然后可以在这里买食物。美国人很悠闲，像今天是就 weekend 嘛，然后今天一个表情这么严肃就对了，就是周末的时候他们都会喜欢出来，就是晒晒太阳、发个呆啊，然后在这边享受那个很好的天气，因为旧金山平常就是早上蛮冷的，然后中午热，然后。Happy ending，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要走路回家，然后想说还可以再取一下景，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景，根本没什么讲话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 ，Anyway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。